你今天又要拍照片？嗯，上次不是给他照了好多吗？我还没打呢。那天给他拍的那个什么百天照，然后还有之前我们不是拍的好多照片吗？今天都打印出来，等下都放到相册里面去。嗯，可以，估计要打多少张啊？我估计有几十张，估计拍的有30张了。打了一些了，还在打，还有20几张要打出来吧。都打印好了，打了这么多。这个是他出生第3天的，这个是1.5个月的时候，这个是4个月了。好了，我要往相册里面装了。这相册开头是我小的时候，我出生的时候，这边是我1个月的时候，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长大。然后再看到后面，这是读书的时候学校的毕业照，然后这是20岁之前的，再到后面就结婚了，这结婚当天的，然后这里就是发现怀孕了，这B超肚子一天天的变大，然后这边宝宝就生出来啦。这还留了他的脐带跟头发，头发没弄好。这怎么空了一眼，装漏了一眼。这个就是他出生几天，然后这1个多月，后面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大，都装好了，我的大相册以后留给我拿了。这就是我从小到大跟他从小到大，是不是的？嗯。